来看，伫咧疫情的期间，强制实行几若项侵犯人权的政策。这秘鲁的前总统藤森已经被关16年啊。初六，宪法法院以政治理由恢复特赦令，让伊回去处理休养。不过，这项裁决是引起受难者家属的不满。美洲的人权法院嘛，呼吁秘鲁的政府要重新来评估。85岁秘鲁前总统藤森千叶，除了以健康的理由结束16年监禁的生活，又惊伫背叛坐车回去厝的，沿路真侪支持者庆祝欢呼。这位第二代日本的秘鲁移民，自1990年开始担任秘鲁总统10年的时间，除了以国籍的问题引发争议，也因为执政期间侵犯人权，被判25年有期徒刑。不过，也有真侪民众认为，藤森救了秘鲁的经济，和国家摆脱恐怖主义。Agradecido a Dios porque ya era hora de que esta injusticia que le han puesto a nuestro líder, el ingeniero Alberto Fujimori, es injusta. Gracias a él, nuestro país está de pie con su Constitución del 93. 藤森在位的时阵，北京并要将27万的秘鲁散家的妇女卖生囡仔去绑起来，其中大部分拢是不要讲西班牙语的原住民。另外，在1997到1992年之间，政府对抗共产主义组织光明之路时阵，伊下令屠杀25个人。2017年，迄当阵的总统库辛斯基宣布特赦藤森，受难者家属出来抗议，欢迎几多遍撤销特赦令，一直到12月初又搁宣布恢复。En estricto cumplimiento del mandato del Tribunal Constitucional, supremo intérprete de la Constitución Política, el Instituto Nacional Penitenciario procedió a ejecutar los extremos del auto de fecha 4 de diciembre de 2023 y disponer su libertad sin condicionamientos. 其实秘鲁的宪法法院之前已经几多遍下令释放藤森，不过下级法院拢拒绝照做。美洲人权法院也伫催促再一遍希望秘鲁政府卖立即释放藤森，搁开淡薄时间评估法院的裁决。公司新闻，牛干编辑。